因为一个机缘，让居住在加州回台湾的屋主，他决定要在台北市找一个世外桃源。这个地方呢，要有绿意环绕，环境清幽，而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在室内设计方面呢，除了可以跟窗外的绿意相呼应之外，还要可以注入加州居所的氛围。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翁子富设计师他是怎么样完成这个任务的。都市水泥建筑环绕，总希望家窗之外能有一抹自然绿意。寓所主人因为一个邂逅，不假思索买下了这老旧华厦，与它比邻而居，同时希望新婚家屋的室内空间能营造出美国加州居所的氛围，成为好友求聚、家人共享邂逅之美的自在之域。翁子富设计师认为，空间构成的缪斯是来自使用者对生活的态度，从生活经验中累积，呈现独树一格的美学个性。设计不强调风格框架，而是透过沟通及现场条件，将设计世界的植入到空间中，打造主人印象的专属空间。他是印象派空间设计家。每次看到这种风格很特别的设计的时候呢，都会很好奇到底屋主是什么样的背景。先请 Jeff 帮我们介绍一下屋主吧。屋主他就是长时间住在国外嘛，在加州待了十几年。那因为要结婚，然后家人也都在台湾，所以他就放弃那边的工作，就回到台湾来了。为爱回台湾。可以这么说。那可以想，可想而知，这个新房是未来跟太太要一起共筑爱的小窝咯。我们在规划的这段时间，他的太太刚好就怀孕了，所以我们的规划上就保留了一个，就是未来给小朋友的一个空间。啊，所以以后这里会是一家三口。是。那在使用上面，他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需求？我们当初在开会的时候也没有聊到太多房子的细节，那我们都在聊篮球比较多。不过他只有一点蛮执着的，就是说他会希望我们就是延续他对加州的一些生活记忆，所以他希望我们把加州的住所的一些元素带进来他现在这个房子里面。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从外面走进来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老旧的公寓，可走进来当然整个视觉效果都不一样。当时你接触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本来的空间设计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最初进来看到的时候，就是最看到最外面的那一棵樱花，二月的时候，所以樱花开得真漂亮，所以我们就被这个樱花给吸引住了。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说，以后就是不管怎么样，在施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这个樱花给纳进这个屋子里面。所以这个阳台就这样子产生出来了。因为有了这个阳台，我们才有更多的机会走到外面去接触这一棵树，这样子。其实呢，这里一进来你就会看到一个大约一坪左右的玄关空间。不过你可以看到这边用一个很特别的镂空铁件来做大片的屏风。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当初其实我们最希望还是它一进门可以看到户外的那棵樱花树，一入门就看到整个通透的环境，这种感觉应该蛮开阔的。可是老人家就不太同意台湾说的风水的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个屏风存在。要怎么样可以跟我们的空间比较和谐的融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想了很多方法，就试了很多材质，那最后就是想到用一个铁件去把这个屏风给做起来。只是单纯的一面铁件，你就觉得好像很呆板，对，那玄关就暗掉了，所以我们才想说在玄关的这个屏风上面挖一些洞。那这个又会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洞要怎么挖才会有趣。对，所以我们就想了很多，试画了很多这种图，然后去模拟这个屏风挖洞的样子，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最后也确实呈现，就是说我们要的那种蜂窝的形状，就把它。所以这道屏风它不但是客制化的，而且其实等下如果仔细看，它是双层的，然后两面都有镂空，你还特别去配置了两面镂空拼起来的状态。对对对，没错。那就是因为这样的视觉的错觉，所以它产生一种蜂窝的形状。所以我们才在这个玄关的瓷砖上也选了比较接近蜂窝，就六角形的瓷砖去跟这个玄关的屏风做搭配。我觉得这设计真的很棒哎。其实有些时候呢，设计师在他自己完美的理想当中跟客户提出来的要求，必须要去做一个拿捏跟平衡。那出现了这一道屏风，它因为是有镂空的，所以光线也进得来。对，那也完成了客户觉得对风水上面的考量。是。
厅的部分，其实一个比较大胆的挑战是，当初这个客厅其实是没有阳台的，那我们把它退缩出一个阳台出来，只是希望说它可以透过这个阳台更接近外面的这一棵樱花，也就是说它才有机会真的走到户外去。其实其他的空间我们都是尽量保留这个房子的基本样貌，像它的天花板我们也没有刻意去做修饰。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来就是说因为老房子的屋高比较低，那我们不做天花板，避免压迫感，因为它也有一些收藏，所以在柜子的设计上跟这个卧室的门的设计上，它们两个宽度是一样的。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设计跟建材的选择，就是让它是一样的时候，它可以其实比较软性的去划分这个空间，而不是说一个空间就是很单纯的就是客厅。屋主当时候在加州的时候，他的房子因为是仓库改建的嘛，对于砖墙他就本来就有一种期待，所以我们才会选择砖墙来当做他沙发的背墙。那其他的地方我们认为就是尽可能以户外的树为主，就是简单的不要太多的修饰。来到主卧房呢，我们就看到主卧房的主墙面跟外面的客厅其实是 share 同一道红砖墙。这道红砖墙在整个设计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屋主对加州的记忆。是因为这个墙其实我们选用的是活头砖，一般来讲都是用的比较粗糙面，就是它表面是凹凹凸凸的，但我们因为是考虑到就是说当住家使用可能怕去刮到或者什么，所以我们特地请烧砖的师傅把它烧成平面的。那为什么选火头砖，是因为火头砖的颜色它比较深，其实我们就是担心用一般的红砖的话会很像早期的那种传统的那种红砖厝，那我们并不希望呈现这样的氛围。再加上就是说我对加州那边房子的观察，他们的砖刚好颜色都比较深，对，那火头砖就是一个比较能够接近我们最理想状态的一个材质，所以才选用了这样的火头砖。我觉得这一道主墙面真的很特别，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很多居家空间里面常常会使用火头砖，可是真的很少看到颜色跟线条可以搭配出这么有艺术感，还特别选择有这个斜线的造型，然后再利用拼贴法让它有一个视觉上这种画作的感觉。而且在主卧房其实也是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跟我们的客厅一样，你把它做了整面的落地窗，为的又是外面这棵樱花树。对，没错，因为这棵樱花树从一开始就一直是我们的重点，希望能够刚起床的时候一起来就是可以看到外面有一棵还蛮漂亮的樱花这样子。但在卧房你的落地窗的设计跟客厅的有一点不太一样，这当初本身这屋子的条件就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它当初这里它的窗户并不是这样子，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开合的窗户。那我们会想用这样子的黑色窗户去做分割，是因为它的天花板其实并不高，那我们把这个比例做下面比较矮上面比较高的，把它的比例给拉高之外，那这个窗户是由下往外推的。那由下往外推有一个好处，就是下小雨的时候它可以打开当雨遮，就窗户还是可以开。在卧房这里的窗景呢，其实也看得出来 Jeff 特别的用心，帮他做了一个三面开窗的设计，光线变得更好了。是，会做这样的窗户的设计最主要还是希望就是说保留大面的采光，还有这个绿意的景，因为这个地方刚好是可以跟客厅的阳台相同的，对，视觉上刚好可以做一个连贯性这样子。在主卧室里面呢，其实它的整个设计风格跟我们的公共空间非常的相呼应。在这里的橱柜也是选用了比较木材质，但它的木质跟外面是不一样的。这个板子是艾乐可和板，它其实是一个绿建材。其实我觉得男屋主蛮贴心的，因为他考虑到他的老婆怀孕嘛，总是希望这个房子可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所以很多材质的挑选上我们就是尽量选择是绿建材。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板子它本身就有一些算是它独特的纹路，所以我们就保留它这个纹路，并不用再去特别加工去做一些木做贴皮的这个工程。当我们去木做去贴皮的时候就会有胶，这些胶本身就会有一些毒性出来。这次的这个空间我觉得它的收纳很棒的地方是它都不是做凸出来的亮体，你都很巧妙的把它隐藏在这个墙面当中。像是主卧的这个收纳是在梁下面吗？对，没错，
当初在规划的时候，刚好这里有一个缺口，一个缺角，所以我就建议他，其实这里应该要多一点的收纳，毕竟这还是主卧室，以后是两个人或者甚至三个人的生活。所以整面的这个床头板后面都是一个很大的收纳空间。对，没错。那在我们的床的右手边这个空间呢？这个就是衣柜，我们就是选用比较健康的材质延续之外，那其实在它的一些边框的构成，甚至这些轨道的构成，都是从外面的元素直接带进来，对的，延伸进来。对啊，我觉得在这个空间里面，你选用黑色的铁件，真的让它的现代感整个加分。我们其实在很多小配件上，也都是帮他挑选一些小东西，像电灯开关，我们也没有用传统的那种开关，而是用那种推杆式的那种开关，增加对空间的趣味性。那其实我们一直到主卧室的时候，我们也是延续黑色的铁件，我们去做一些瓷砖的上缘的收边，让浴室这个空间是感觉像是被从主卧室一直带进去的。浴室的地板我们是选木纹砖，所以在这个拼法上，我们就是特地把它错开，让它看起来更接近，更有仿真的效果。对对对对对，没错。很简约的主卧空间里面，其实有了屋主最喜欢的元素，然后其实又有了大面的收纳，非常充足的衣柜，更重要的是整片的这个落地窗，也可以让屋主享受窗外的绿意。是。像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餐厅的空间，我从右手边一看出去，整棵樱花树的景象都看得到。哎，当初在规划这个位置的时候，就特别去计算这个桌子放上去之后，到底能不能够看到外面的。其实这个房子因为太老旧了，根据我的调查应该有40年了。当时候的工法并没有那么先进，柱子跟梁都是斜的。其实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照理正常来讲，我们都会先用一个木座把整个墙壁通通都做一个修饰，让它成垂直水平这样子。但因为这个房子并没有，它是比较属于 loft 的感觉，材质是直的。那它的墙壁是斜的，就会出现有很多零碎的角跟缝隙，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变成要花很多心力去想说材质怎么上到这个结构上面，然后可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修饰。看过个性化公领域的客厅与彰显材质本质的私领域主卧室后，发现了吗？空间发想的中心餐厨空间还没现身呢。翁子夫设计师会如何掌控角度、建构机能，满足主人向往的餐厨场域呢？一般我们都会觉得长条形的空间呢，对设计师来说是一个很难的挑战。可是在这一次的空间里面，我们会发现 Jeff 把长条形的空间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像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餐厅的空间，我从右手边一看出去，整棵樱花树的景象都看得到。哎，当初在规划这个位置的时候，就特别去计算这个桌子放上去之后，到底能不能够看到外面的景。而且仔细看会发现，这个30-40年的老房子，它果然就是还是保有30-40年前的条件，里面的梁好多，而且都很低耶。对，梁柱很多，而且天花板又不高，比较低。我们当初遇到这个问题，其实也对我们的设计造成蛮大的困扰，所以我们就会想说，那既然这样子，不如就维持它的样子吧，反正它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这个东西，我们也不可能把它敲掉，那就是反正就是把它保留住，顺着这个房屋的形状去做规划，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餐桌的摆设。梁柱也是刚好就是顺势把一些空间给很自然而然的划分出来，也可以符合比较 loft 的那种感觉。而且很有趣味的是，因为没有做天花板，那刚好设定的又是比较 loft 的风格，所以就连我们的空调，它整个机子也是外露的，可是跟整体的空间感觉很融合。其实说穿就是不修饰，不修边幅，
那只是说在这些不修边幅的时候，我们去找到一个让它看起来不会凌乱的方式，就是说怎么样去排列让它是整齐的，也省去比如说空调的问题、维修的问题，我们可以更方便去做维修。在这个餐厅空间里面，特别可以看得到 Jeff 顺势而为的设计。刚才有讲到老房子里面有很多很低的梁，可是因为特别你在这样动线的安排之下，梁变成了一个空间的分割，很自然的分割，而且刚好都不在我们人会行走的空间里面。我们其实最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房子原始的样貌来帮我们做区隔，这样子的做法比较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房子很做作、很矫情，而是比较真实的、比较自然的去呈现一个房子应该有的样子。所以我们看到的这边的梁跟柱其实最复杂的就是在餐厅的空间，可是它却帮我们创造了一个很特别的环状动线，对，让这个房子有它自己的个性展现出来。这个餐厅就是他最期待的一个空间，所以也可以感受到这个空间对他的重要性。他也很希望说这个空间可以营造出一个就是朋友的聚会的时候可以边吃牛排喝啤酒看球赛的那种画面，他也想要呈现出这样的感觉，我们才会想说厨房跟总导可以直接连贯到餐厅来的。就是说这样的连贯性除了方便使用以外，还有就是他的亲朋好友也可以去共享这个美食的制作过程，增加这个就是说交易的这个互动性，才会选出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定下来之后，我们才有其他的空间想办法去做规划。其实这边还有一个客卧就在 Jeff 的背后。那这个客卧的隔间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用玻璃去做隔间的，玻璃去做隔间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它不做卧室使用的时候让这个餐厅的空间视觉通透，视觉更大，对，就是这个交易的场所它也可以延伸到这个客卧里面去。那再来就是我们也希望客卧的这两扇小窗户的光线可以透到这边这个餐桌这个空间来，所以其实各个能够连接外面光线的部分都考虑到，希望光可以洒进来。是当初在规划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把它定位成有一点点像起居室的空间了，所以它这个床是可以平常不当卧室使用，它是可以收起来的。哦，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国外杂志里面那种整片可以收纳起来的床。对，就可以当以后不管是卧室或者是小朋友的游戏空间，或者是起居室都可以这样子。其实这个房间还可以再变成两个房间。哦，对，所以这个客卧的空间到时候还可以一分为二。对，没错。未来的弹性都已经先帮他考虑进去了。是。还有一个很棒的设计是我背后的这整面木质墙面，一来我觉得很难得在家里可以有一个这么大片的木质墙，其实后面都隐藏了很多不同的空间。你后面这个木墙其实我们也是比较希望就是用顺势而为的做法，就是因为它后面有一间浴室客浴，然后还有一些电箱的管路，然后还有一个储藏间，我们就顺势这个格局，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面，去表现出这个木纹的材质这样子。所以从我们玄关一进门的鞋柜，一整面的木质墙连接到底，对，它在视觉上可以让它很延伸，对，那也不会说看起来就是特别凌乱。这一次的设计案里面 ，Jeff 让收纳都藏于无形当中。其实从厨电的配备可以看得出来，他喜欢烹饪哎，这一整套的包含，我想烤箱啊，是不是都有？不过他说他不太会烹饪，他比较会煎牛排而已。所以是为未来精进他自己的这个烹饪技术，已经先做好了准备。对对对，其实他的餐厨空间的材质的选用上，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跟就是其他的空间有一点点连接，有点呼应，所以在他的琉璃台上面的瓷砖，我们一样选用比较复古的交错的拼贴法。那在这个瓷砖的边缘，我们一样收黑色的铁件，让它黑色的线条更为利落，那也可以跟其他的空间有一点点呼应。其实这个厨房的空间呢，它虽然不大，可是真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嘛，因为就在民生社区上，然后我们主轴很清楚，就是希望说可以以户外的树为主，除了满足他对于一些在加州生活的一些记忆以外，其余空间我们就是一切尽量简单，这大概就是我比较期望给他的一个生活方式了。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设计案，设计师 Jeff 他成功的改善了老屋子的缺点，把一般认为比较难发挥的长条形空间优势展现的淋漓尽致。不过最重要的是，他让窗外这棵樱花老树的美景可以贯穿整个空间。
邻家的樱花树是这个家独有的奇遇，不出六角砖装点的玄关，穿越交错的黑色洞网铁屏风，一抹雅致美景乍然出现。尔雅樱树映在粗犷场域之外，阳台是与它的连接点，反向思考后是场域还给空间的宽敞之感。火头砖沙发背墙之于洁净电视主墙，是个性张力中的一股无余专注。天花保留老工艺漆艺，凸显空间时序，由窗景向内延伸，穿透了公领域空间。餐厨空间是这场域规划的发想轴心，吧台与餐桌包覆结构柱，同时置于梁下，垂坠设计吊灯是视觉焦点，意识空间高度的延伸。与水泥原色实木餐桌晕染出熏醉微感，餐厨紧密连接与主墙的电视，满足屋主热爱下厨与求聚聚会的渴望。一旁轻玻璃窗隔铁门视角，是同水泥材质延伸，建构了起居室。内在活动折叠门让空间划分为二，成就丰富实用性，同时穿透放大了空间感。一侧原木皮墙延伸至玄关，藏匿了收纳与客浴机能。推开铸铁谷仓门，贯彻私领域的专属。主卫浴以复古长方形砖横向贴覆，产生延展感。进口仿石瓷砖地坪大小交错铺序，与水泥盥洗台呼应。卧室与沙发背墙共享红砖粗犷个性，收纳柜以合板原木不予贴皮，整体空间表现材质本质之美。错落多面的窗透进的是日光月晕，透出的是最初的异域邂逅。公领域大面采光视线穿透，成就明亮放大感受。私领域的隐晦微光，连接的镜头是那最初的邂逅，又说居于此是无比舒适的无尽享受。想看更多翁子富设计师的精彩设计，请上网搜寻设计家。那这个是什么材质啊？这个是德国进口的一种薄的岩片，那它是经过这个特殊的技术，把这个很厚的石头切得很薄，符合这个两边这个山水画的感觉。